和同学们一起去平溪看夜景、放天灯。你们大概都知道，在平溪的夜景很美妙，而且看很多人都同时放天灯，真的是一项很美妙的体验，更说是是一个很精彩的活动。如果你还没去过，我建议你找时间跟朋友们一起去看看夜景，放放天灯。我今年也打算带我从美国的家人去平溪再放一次的天灯。